这个琴叫颤音琴，颤音琴啊，它的排列和钢琴是一样的，所以是相当于钢琴的白键，它是黑键，材质当然是用金属做的。这一台琴是用木头做的，它的排列呢跟钢琴的排列也是一样的，但是要用锤儿来打的，音域宽。这音域做的？音域很宽。嗯哼。啊，表现的音乐语言呢也极其丰富。